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62页，162页，第五行。课题：大圣垂此，特留此经。这是教其因缘最后的一章。我们能够在台南极乐寺这个道场，昨天宣布正式成立，今天我们在这里放啊，讲这一部经玄义里面的第一教其因缘最后一章，好像特别有深长的意义。这个道场是2年多前，我回到台湾，好像是治牙周病。台南的同修告诉我，他们有一块土地，想建一个道场，来问我。我说建一个道场，台湾道场很多了，有你不多，没你不少，似乎没有必要。如果建立一个台湾没有的道场，那就很有意义。什么样的道场台湾没有呢？学校的道场，道场是学校，学校是道场，这种道场没有。在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在海外弘法，许许多多人问道，佛法是什么？什么是佛法？问这个问题的人很多。佛教在今天的社会，包括全世界，有6种不同的形式。第一个，就是我们向往释迦牟尼佛的道场，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释迦19岁离开家庭，出门去参学，摆脱家庭，放弃王位，这是为我们实现放下烦恼障。他所实现的是个知识青年，好学多闻。知识青年在社会是占最多的成分，也是中间分子。他用这个身份出来实现，19岁。到处参学，像善财53参一样，广学多闻。印度所有的宗教他参访过，所有的学派也参访过，用了12年的时间，到30岁。
啊，12年的参学问题不能解决，知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。啊，把六道里面的事情呢搞清楚了。啊，当时的印度，婆罗门教里面所修的四禅八定，是人完全接受过来了。啊，佛法从哪里修？从四禅八定修，这是婆罗门教的。得到这个禅定，上面可以能看到啊，非想非非想出天；下面可以看到阿鼻地狱、无间地狱、六道轮回，你看得一清二楚。六道里面的事情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。啊，知道过去，知道未来。但是，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从哪里来的？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了？这个事情没人知道，也没有人能够回答。啊，印度人讲涅槃，许许多多人都把四禅天、四空天当作大涅槃，这是很大的误会。啊，涅槃是平等一相，不生不灭。啊，但是四禅、四空天不是涅槃境界，有一点相似，它寿命很长。可是寿命到的时候，他的定力失掉了，于是乎他就怀疑，啊，说古圣先贤说的这些话有问题，我真的涅槃了，为什么还会退转？啊，这个念头一起，这叫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毁谤三宝的罪过多无间地狱，所以从非想非非想出天，一下就堕到地狱。这爬得高啊，摔得重。啊，世尊把这个东西啊放弃了，啊，不再学习了，在恒河旁边。菩提树下入定，啊，在定中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个示现是教导我们放下所执障。啊，凡19岁放下烦恼障，30岁放下所执障。他成佛了，啊，所以成佛成就圆满的智慧。圆满智慧不是学来的，啊，他12年的参学是学来的，学来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佛说了，在《华严经》上讲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佛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后头一句话说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啊，我们变成这样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变成三途，通通是迷了自性变现的。
虽然迷了自性，自性并没有失掉。啊，这一点呢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要记住。啊，我们的自性跟佛一样，在，丝毫没有损伤，只是迷了，不知道有这回事情。啊，我们天天用真心，不知道真心在哪里。大乘经上讲得很详细啊，十法界的众生用的是妄心，四圣法界用的正，六道里面众生呢用偏了，用邪了，啊，所以感受许许多多的苦报，这错误啊。于是诸佛菩萨以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在十法界啊，帮助有缘众生啊。什么叫有缘？真正能相信的人有缘，真正能理解的人有缘，真正能修行正果的人叫缘成熟了啊，来帮助这些人啊。可是信古时候人容易，现在人很难啊。为什么古人容易呢？古人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啊，圣贤道德的教育，所以他没有问题。啊，现在我们把古圣先贤传统教育丢掉200年了，总有七八代了。啊，所以现在困难了。啊，现在信心很不容易建起来，对自己都没有信心，对古圣先贤怎么会有信心？啊，对佛菩萨更没有信心。啊，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，宗教还存在，但是真正对宗教有信心的有几个人？那为什么还来学习宗教呢？还来参与宗教呢？啊，实在是许多人把这个当作一种职业，当作一种职业没错。释迦牟尼佛就是从事这个职业的，这个职业是什么？是教育，是教学。啊，我们细心观察，世界上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跟释迦一样，都是教学，而且都是义务教学，义务不收学费也，而且也都是多元教学，它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文化背景，只要你肯学，他都愿意教你。啊，佛法这个门尤其广大，它能包容不同宗教，并不要求你啊退出那个宗教信我的，没有。《地藏经》大家都很熟，《地藏经》里头有婆罗门，那不是佛教啊，但是他来学佛，他信的是婆罗门教，他跟释迦牟尼佛修学，释迦牟尼佛教他，并没有说没有要求他你退出婆罗门教我才教你，没有。
类似这些例子的时候，《大乘经》上很多。所以，佛教是教育，任何宗教徒都可以来学佛。佛里学什么东西呢？说简单的，说明白了，求两样东西，一个求智慧，一个求福德。不论你是哪个宗教，哪个族群、哪个国家的人，你都想求智慧，都想求福报。佛这个学校里头有，专门教你这两样东西。所以与你信仰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们在宗教里头跟教主神的关系，是父子关系，主仆的关系，在佛门里头只有一个关系，师生关系。释迦牟尼佛是老师，我们是学生，我们是这关系。菩萨是已经成就的学生，我们是初学。所以佛法呢，它也有初级班，有中级班，有高级班。我们是初级班，人天。中级班呢，是声闻缘觉二乘，高级班是菩萨，全部都是同学。这都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佛教里头没有迷信的。世尊留下的是经典。都是教科书，这个教科书确实里面有深浅不一样，有教菩萨的，有教声闻缘觉的，有教初学的。我们应该从哪里学起呢？要从初学的学起。不可以一开头我就学大乘，大乘学不来，学不像，就好像你想学上学，小学不愿意，中学也不愿意，一下就想上大学，就想上研究所，读了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毕业，精力时间都浪费掉了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师尊在《佛藏经》里有一句很重要的开始，他说：“佛子，就是佛弟子，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叫非佛弟子。”释迦佛不承认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循序渐进，好高骛远。你不可能成就。佛就把话说定了。所以佛教传到中国，隋唐时代，那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。也就是在中国正式建立起中国模式的佛陀教育。一共有八个宗派，十个宗派，八个大乘，两个小乘。有居士宗、陈氏宗，这两宗宋朝以后就没有了。所以很少人知道。只知道中国有大乘八个宗派。学佛一定从小乘学习。这小乘是隋唐时代我们的祖师大德把它舍掉了。舍掉有没有违背佛的教诲呢？没有，他用儒跟道来代替小乘。能不能代替？事实告诉我们行。
啊，隋唐到现在1500年，这1500年当中，啊，每一个宗派祖师大德都是圣人，都是仙人，世世代代都有人出来证明用儒跟道代替小乘是正确的。啊，可是今天呢，儒跟道我们也不学了，小乘也不学了，啊，就在大乘里头用一辈子的时间都没有成就。啊，这就是误会了啊，不学小乘要跟儒道来学习啊。所以最近这十几年我们提倡要扎三个根，这是根本的根本啊。儒我们用弟子规，道我们用太上感应篇，佛我们用十善业道经，这三部经是根本的根本。啊，是戒律的基础。啊，这三个根也由经典做依据。啊，观无量寿佛，佛经里面，佛说的净业三福，这三条是一句非常重要，决定不能疏忽。佛说得很清楚，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心，这话说得很重啊。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都要遵守这个三福的指导，都不可以违背，你才能成就。如果违背这三条，通通不能成就啊。所以它是整个佛法，无论是宗门教下、大乘、小乘、贤教、密教，通通都要学。不从这里扎根，就不是佛法。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啊！啊，我们晓得了，过去没有学，现在悟补啊，要把这个课补出来呀。啊，不补，就等于像盖房子一样，你要盖大楼没有地基啊，决定盖不成。搭个小茅棚可以啊，这个大厦你是建不成功的啊。所以一定要重视啊，弟子规只有113桩事情要做到，啊，要求自己做到。感应篇因果教育，啊，弟子规是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，啊，感应篇也不长，里面讲善恶报应，一共只192条，不多。十善业道经啊，归纳起了10条，展开菩萨展开84000细行，阿罗汉展开3000威仪，归纳就这10条了，就这10桩事情，身三口四意三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要守住这些原则，决定
不违反。啊，佛教我们做的，我们认真去做。不要认为感应篇是道教的，弟子规是儒家的，我们是佛教，比他高。高在哪里？高在从他地基上我们建筑的搞起来的，没有那个地基的时候，你就不如他。啊，好像三层楼一样，儒是第一层，道是第二层，佛是第三层，没有下头两层，怎么会有你啊？你底下两层不要了，我们高哪里？我们根本不能建立啊！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，知道了就晓得要认真学习。啊，如果不用儒跟道，可以有一个代替的。啊，小乘的法句经。啊，里面有700多首偈子，全部都是讲那个内容啊，就讲的是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，内容都在里头。啊，你就依照这部经来奠基础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啊，现在佛教没有人讲了，没有人真学了。所以这些理我们不懂，事也不知道。啊，我们把精力、时间都空过了，啊，是在讲打这种梗，2年的时间足够了。我在2005年12月。啊，我们在国内汤池小镇办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，里面37位老师，我要求他们把3个根做到。啊，给他们的时间是4个月，他们2个月就做到了，我们非常感动。啊，自己没有做到，去叫人，别人不相信。啊，在这个世界，教学成就最卓著的，大家共知的，中国人晓得孔子、释迦牟尼佛，他们教学为什么会成功？没有别的，先做到。啊，没有做到的不敢讲，啊，能够给你讲出来的他全部做到了。这是圣人的。啊，说到之后确实能做到，这是圣人。说到做不到就变成骗人。啊，骗久了就被吃穿了，叫一文不值啊！啊，我们要想自己真正成就，确实一定要把根扎好。啊，大小乘教里面可以依照自己的根性。程度选择一门或者选择2门不能太多。啊，古人讲的话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你决定有成就。啊，净宗是个一心道，但是最不容易相信。啊，他的基础，净业三福说得很正确啊。
没有这个基础，修净土不能往生的。我们细心观察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走的时候有瑞相，我们看到很欢喜，然后想想他在生前，拿这个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对照，他真的都做到了。啊，他有没有学呢？不一定有学，不一定学过，但是不知不觉的他都做到了。他心地善良，啊，为人慈悲和蔼。啊，他能够爱别人，关怀别人，帮助别人，他做到了。啊，没有这些德行，不能往生啊。念佛跟阿弥陀佛不相应的。啊，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。大乘教里头多半都是说正法500年，也有人说1000年。1000年为什么会变成500年了？啊，有女众出家。啊，也有人说女众出家最后都能够遵守世尊的8经法。啊，所以还是恢复到1000年。啊，不是正法1000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。依照中国古人的记载，释迦牟尼佛出生在中国周昭王24年，迦叶入灭是周穆王53年。照这个记载，释迦牟尼佛住世80岁，80岁过世，我们中国人算虚岁，外国人算实足年龄，79岁。啊，讲经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休息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。啊，在中国200年前，每一个寺院庵堂没有不讲经的。啊，任何一个法门都有经典做依据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说，没有经典依据的那个法是邪法了，那不是正法。啊，对于经典不可以不通达了。啊，基础不能不扎稳。这一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是无量寿经现有9种版本里面最后的一种。啊，无量寿经跟中国特别有缘分，从汉朝传到中国，一直到宋朝，这800年间，有过12次的翻译。现在大藏经上有这个目录，可是有7种呢失传了。目录上有，书找不到了。啊，所以现在大藏经上有5种，原译本。啊，这5种本子里面内容详略不尽相同，所以古人判断释迦牟尼佛是多次宣讲，不是一次讲的。啊，一次讲的一个原文本，就是10几种翻译也是大同小异，不会有很大的出入。啊，但是这5种本子出入很大，所以判断的时候，是世尊在世，
多次宣讲。啊，世尊讲经，实在讲，一生呢，拿一部经只讲一遍，没有讲第二遍。啊，多次宣讲呢，那说明这部经重要，它真的重要。末法往后，真正能得度的就这一部经，就这个法门。这部经要认识清楚，要真正理解，否则的话的说，你产生误会，啊，走偏了，走邪了，你就不能往生。啊，所以因为版本不多，读起来不方便，所以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次会集，啊，他的这个会集本叫《大阿弥陀经》，知道的人很多，龙藏收进去了，日本大正藏也收进去了，啊，入藏就是说，当代这些大德都肯定你这个东西没问题，决定是正法，才能收入大藏经。啊，那个时候经过皇帝批准，这很隆重的一桩事情。啊，不是随随便便都能够入藏的，经过严格审查。啊，但是龙书的本子只是四种原本的汇集本，啊，唐朝翻译的他没有看到，啊，所以他只有四种。唐朝译本里头有重要的开示，其他四种里头没有的，所以就很遗憾，他这个本子不是完全的。啊，于是清朝末年，咸丰年间，魏默生居士，啊，第二次会集，他五种本子都看到了，啊，这个序文里头详细解释，啊，取舍有问题。汇集跟翻译不一样，汇集是绝对不许可用自己这个文字，决定是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的原文，不可以更动，不可以随意把字改掉。啊，那么魏默生这个本子有这个毛病，所以被后人批评。啊，这下联句老就是，啊，原先是想把这个魏默生的本子重新校订，啊，把他错误的地方改过来，就是我这个地方的一个本子，啊，这个本子，这下联句老就是做的，啊，做出来之后。大概他感觉到不能尽满人意，所以下定决心用了10年时间重新汇集，啊，是我们现在用的本子重新汇集，啊，这个本子可以说是没有瑕疵可言的，你找不到它的毛病了，啊，我们看到经里头这一句话，啊，大圣垂慈，特留此经。我们相信，将来佛法灭尽了，最后无量寿经还注释100年，肯定就是这个本子。这个本子是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求学的时候，他老人家给我。
啊，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。啊，当时就想讲这部经。啊，那个时候韩馆长50岁生日。啊，我是讲这部经给你祝寿。他很欢喜，印了3000本，经本印了3000。到台中跟老师报告，老师说不行，他说这个本子有争议，啊，有人不同意，啊，会惹一些麻烦。他说你很年轻，你的威德不够，啊，还是少找麻烦好。叫我讲了眼睛，啊，这个本子就保留到了，一直存到我带到美国。老师过世了，我就想到这个本子很多人不知道。当时老师在台中讲这部经的时候，我还不认识他，大概是我刚刚学佛。我学佛第5年、第6年才认识李老师。啊，那个时候听众的时候，我相信也不过就50-60个人吧，所以很少人知道。啊，我晓得周邦道老居士是听众之一。啊，他听了这个全部的经文。啊，其他的人呢？我都不认识了，可没人知道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本子是老师亲自没注的，用毛笔行楷写的，写得很好。啊，那个时候老师还不到70岁，但60多岁的时候，啊，老师往生。我就把这个本子印了10000本，在海外流通，每个人看到都欢喜，啊，要我讲这部经，啊，所以第一次讲的，好像是在旧金山，还是在温哥华，我记不清楚了。总是第一次、第二次，在美国跟加拿大讲的，啊，回到台湾的时候讲第3遍，没有听到人反对了，啊，因为老师没注这个本子，我们印的数量很多，大家看了，真的是李老师自己写的。啊，85年，我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，他那个时候的这个注解刚刚完成，用油印印的本子，他带了一本到美国送给我了。啊，我看到太好了，有这么好的注解，脊柱啊，经是汇集的，注解也是汇集的。汇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的著述，来注解这个经文。啊，这不是他自己的注解，脊柱啊！啊，脊柱后人没话说。啊，字字都有经典，有古达的著述做依据。所以这是个善本呐、啊，好本子 啊！反对的人很多，我知道为什么反对。啊，希望我放弃这个本子。
不要弘扬这个本子。这个本子是李老师教给我的，我有弘扬的流通的使命。我如果不相信这个本子，把这个本子抛弃了，我的罪名就确立了。什么罪名呢？背师叛道，这个麻烦可大了。所以我说，全世界人反对，我不能反对。为什么？老师给我的，我绝对不会违背老师。啊，所以我一定坚持到底。啊，这个老师给我的本子，我讲了10遍。黄念老这个本子，我这次讲是第3遍。啊，讲他的注解。真有理了。啊，讲的法喜充满了。啊，我把一切经统统放下，晚年专门讲这部经，专门学这部经，专门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啊，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榜样给人看。啊，所以看到幕后这一句“特留此经”，就非常感动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啊，注解是宋体字，啊，这个黑体字是我的择要，啊，也是从念老注解里择录出来的。啊，不讲全经的时候讲大意，这个择要可以用。啊，我们看节经云：“当来之时，今道。”灭尽，这就是末法10000年之后，佛法在这个世界灭了。啊，经是经典，道是修行的方法，通通都没有了，灭尽了。啊，我以慈悲哀悯，特留此经呢。执著百岁，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他以大慈大悲、哀悯末法苦难众生。啊，特别呢，留这一部经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就是。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啊，还在世间呢，多留100年。岂有众生执思经者？这是遇到，就是末法最后的100年。那个时候的众生遇到这部经。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这就是注意啊，随意所愿。他想得人生没问题，来生一定得人生。他想升天，一定升天。他想往生，决定往生。换一句话说，能满每一个人的愿望。啊，你修学这部经典，弘传这部经典，能满足你的愿望，啊，都可以得度。又发灭尽经，啊，这个大藏经里头有，啊，佛说将来他的佛法，12000年之后。在这个世间呢，消失了。
啊，说这些情景，一句无量寿经最后入灭之数，啊，也说过这一句话，啊，无量寿经最后最先灭的是大佛顶首楞严经。啊，这一部经我也很熟。早年在台中，这是我学习主要的经典。啊，这一部经在早年，我先后讲过七次。啊，为什么它先灭？这个经上佛讲真话，讲真话不利于妖魔鬼怪，妖魔鬼怪是假话，所以妖魔鬼怪要把这个经灭掉，他的道才能盛行。啊，如果有这部经在，这部经像照妖镜一样，把他们的本来面目全照清楚了。啊，你有能力辨别，不会跟他走。啊，特别是楞严经上一章，清净明慧。啊，那一章经，我形容它是照妖镜。我们再看注解的后面一段。163页第一行，此正显本经心起之甚远呐！啊，佛在前面说的这些话了，正是显示出本经。啊，这本经是无量寿经的。特别是在这个年代，啊，夏莲老出现的时间，发大心，把这一部净宗第一件重新整理，啊，重新汇集，这个语言无比的殊胜啊！啊，要救现前的众生，要救末法9000年的众生，啊，得靠这一部经，也要靠这部注解，持名法门的妙用，这个方法教我们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。藕益大师为我们解释什么叫菩提心。对于净宗深信不疑，对于阿弥陀佛，对于无量寿经深信不疑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啊，一心求生净土，专念阿弥陀佛，这叫持名法门，它的妙用，帮助你定心，帮助你开智慧，啊，心专一了，心就定了。为什么？别的不想了，通通放下了。
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放在心上，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只有一部无量寿经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行了，其他都不要了，你就得念佛三昧，啊，就定心。得念佛三昧之后，我们相信不长的时间，你智慧开了，最后决定往生成佛。妙用呢，是人人皆得成就，这真的叫妙用啊！不论男女老少，贤愚不肖，只要你真信、真愿往生、真念阿弥陀佛就行了。这妙用啊，是戒除营养、丰富之美食，这用掉来做比喻。啊，净宗法门就像营养丰富的美食，可以增进啊，可增健宅之体力。确实，它能帮助你健康长寿。同时呢，又像殊效，殊是特殊、非常有效的神验的灵药。啊，能与不治的沉疴，沉疴是重病，啊，一般医生不能够治疗的，啊，这样严重的大病，这个药能帮你治好，光疗重病呐，疗是治疗啊，也就是总治一切病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心，信心决定一切啊，普施饶益啊，这是不但是阿弥陀佛普施，释迦牟尼佛普遍介绍，多次宣讲，而且十方三世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的，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往生极乐世界的。所以一切诸佛尊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这是诸佛称赞阿弥陀佛。我们要相信啊，净宗同学，修学这个法门，首先要明了我自己跟阿弥陀佛是什么关系。为什么你的信心才能建立？我跟极乐世界是什么关系？啊，这些年来，三十悉念法师在全世界弘扬开了。啊，这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中峰大师在法寺里面有两句话很重要，大家绝不能忘记：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。
这关系讲清楚了。弥陀是自信弥陀啊，净土是唯心净土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弥陀跟净土都是我们自己自信真心变现出来的。那我这个身体也是我自信真心变现出来的，我跟弥陀是一体，我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体。既然是一体，我想回到我老家，这还有问题吗？这没有问题啊！我们的信心从这里建立。外面来的一些信息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我们不能够听的。他来扰乱了，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。能往生极乐世界，比你现在念无量寿经、念佛速度还快得多。再给你加添一点什么，全是假的。不能相信，相信说明你对于阿弥陀佛没信心，你对极乐世界没信心，你对无量寿经没信心，你还听别人说话。这种情形在末法时期越往后去越多。佛知道，佛教给我们四义法，让我们有能力鉴别，有能力去应付他们。佛第一个教给我们，一法不一人。我们一阿弥陀佛了，一无量寿经，这是一法了。人讲的，讲什么我们都不相信。讲科学，科学跟佛讲的是一样的，这个我们可以相信。跟佛讲的不一样的，我们不相信。我们要以经典做标准。这个很重要。第二个，一义不一语。他讲的是道理正确，跟佛经讲的一样，语言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没关系，只要意思相同，我们就可以采信他。第三句叫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。什么叫了义？我现前这一生能得利益的就是了义。你讲的太高太玄，我得不到利益，这对我就是不了义。能够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了义，不能帮助往生极乐世界不叫了义。往生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真正了义啊，这不是假的，四十八愿所说的。这就是我们净宗依据的理论。修行重要指导原则，决定不能违背。最后一句话佛说，一知不一识，识是什么？感情用事。智是理智，要我们头脑清醒，要用理智，不要感情用事。感情用事很容易受人欺骗。把你误导到歧途，这就错了啊！
啊，你说这个会稽本，有一些人反对，说不可今不可以会稽，啊，会稽都是错误的，都不是假的。这些话说话的人，我们如果是真听的，你就上当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如果要是不能会稽，我相信现在出家人没事干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金忏佛寺这些本子全是会稽的。你看水陆仪轨会稽的，啊，三昧水忏会稽的，大悲忏也是会稽的，朝末扩诵也是会稽的，这都不能用了。那出家人没事情干了，没事情干好，专心念佛，大概念一句阿弥陀佛不算会稽的，啊，全是会稽的。啊，你看小乘法句经，700多首偈子，不是佛说一次说的，啊，是佛讲阿含12年当中，啊，所讲的各种经流摘录下来的，啊，等于说是精华。啊，事出世间法到最后全会稽啊！啊，唐太宗编群书之要会稽的，啊，这个人很聪明。27岁做皇帝，统治这么大的国家，自己智慧不够，能力也不够，就想到什么呢？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找老祖宗啊，他就想到啊，老祖宗有智慧，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，有方法，有经验，有效果，啊，这些东西通通记在经典里头，啊，四库里头，经、史、子这三种，啊，所以他就下命令，啊，叫他的丞相魏征召集一些读书人，成立一个小组，在这些书里去找几万卷书里头去找啊，啊，找他要的，他要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啊，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呢，慢慢把圈子缩小，到最后65种，啊，经史子里头65种，在65种里头揭露，编成一本书《群书之要汇集本》呐。啊，他哪有时间读书啊？他就读这一本，这一本呢，这一本就把中国古圣先贤教诲通通读尽了，这方法妙极了。大唐盛世就靠这部书，啊，唐太宗喜欢，完全遵守这部书的教诲，下面的文武百官都要遵守。这部书不但唐朝管用，现在还管用，不但在中国管用，在全世界都管用。无论哪个国家地区，啊，只要抓到这个东西，他们都有办法把社会管理好，把国家管理好，啊，能够走向大同世界。
这本书能救国家了，能救全世界。汇集很重要啊，不汇集就不能广学多闻，怎么能成就智慧？啊，我们读书，做读书札记，做笔记，那就是汇集。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，说老实话，他是汇集。在华严，四十华严。经题里头我读到过啊，师尊说他一生所说的一切经教全是古佛所说的，他自己没有在古佛经典上多加一个字。比孔老夫子求学的态度还要严肃啊，夫子只是述而不作，信而好苦啊。释迦佛也是这样的，比孔子还要严苛啊，古人东西不敢在上多加一个字。事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无疑不如是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我们要尊重啊，我们要学习啊。啊，这个样子才有真正的定力，有真正的智慧，能通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才能够普施饶益啊。利益是利益，对一切众生有真实利益，饶是最丰饶的利益啊，最高的利益，最大的利益，最广的利益啊，不但利益当前，还利益后世，还利益永久。啊，这是佛菩萨圣贤事业，故愿大哉妙用，不可思议。啊，至于末世，这讲到现在，诸我迷身。浊是现在人讲的染污啊，污是食物啊。那我们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，无浊我是，我们前面学过啊。五浊里头讲因只有两个，一个是见浊，一个是烦恼浊，其他三个都是从这延伸出来的。见是什么？看错了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我们全看错了。烦恼浊呢，是想错了。所以见浊烦恼浊就是教里面所说的见思烦恼。
我们把这个世界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呢，在面前不知道。所以看错了，想错了，他就造孽呀。造的业，就感的果报。无论是个人，是我们居住环境，都没有自然的灾害。自然是最健康的，最圆满。所有一切灾害都是自己业力所感得的。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善的念头、善的行为所感的是善的果报，人天福报。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行为，感的是疾病，身心不健康啊，居住的环境，就有许多灾难，水灾、火灾、风灾、地震，甚至于山崩地陷，我感觉着不善业所感的。我们真正明白了，觉悟了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灾难就没有。许多人都在担心着灾难，担心灾难，灾难肯定会来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如何化解灾难？灾难这两个字从我们心里都消失掉了，没有了，外面灾难就没有。不要去想它，不要去提它，根本没有这桩事情。最好呢，用阿弥陀佛把它换过来。我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灾难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就是最健康的。阿弥陀佛为我们显示出来的是极乐世界。没听说极乐世界有地震，没听说极乐世界有温度上升，没听说过。没听说过极乐世界有台风。你说念佛多好啊！台湾同胞个个都念佛，这些灾难全没有了。经上告诉我们了，水灾从哪里？贪心来的。我们贪名、贪利、贪财、贪色，惹来的祸就是水灾。海水上升，海啸是最可怕的。比江河翻呢还要可怕。全是自己不善心行
所惹得的果报啊！啊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全解决了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，这部经上，这个注解讲得非常详细。啊，单单讲阿弥陀功德，我们讲了十几个小时啊，讲不尽啊。啊，我们对于名号，才能发起真诚的信心，决定不再怀疑了。知道这一句名号，把我们所有问题全都解决了。啊，觉明妙心菩萨教我们：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这话说得好啊！我们对念佛，念佛是累积我们的善根福德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。啊，肯念这句佛号，多善根，多福德。啊，所以分秒必争呐。我有这一秒钟的时间念佛了。不能大妄想啊！哎，少说废话了。啊，除念阿弥陀佛之外，其他的什么话全叫废话，没必要啊。这句佛号念好了，自利利他，看自己往生极乐世界，居住这个地区没有灾难。啊，这就是利益别人呐、啊。我们这一个地区都念佛，这一个区域里头没有灾难。啊，全台湾人都能念佛，我们相信北面的日本、韩国，西面的中国大陆，南面的菲律宾都不会有灾难。啊，一定的真干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啊，端正心念就是一句佛号。功德不可思议，啊，无比的殊胜。啊，真正能把这部经学透了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染污太严重了，啊，土壤染污动植物都受到伤害，这是我们现在亲身所感受的。啊，植物也开花也结果，啊，这个果实我们吃到口里，味道不对了。没有从前那样的鲜美，味道没有了。啊，我们是吃素食，几十年素食。现在青菜的味道跟从前不一样，从前青菜鲜，鲜味，现在这个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自己种的菜，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，化肥。那一种鲜的味道的时候也没有了，这说明什么？土壤被污染，
水资源被污染了。哎，在从前，山上小溪里面的水很干净。啊，随时你在小溪的手给它捧一捧去，就可以喝，决定安全，没问题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得经过过滤，还要把它烧开，啊，你才敢喝它。真正是佛经上所说的，本经所讲的。饮苦适度，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多可怜呐！啊，多么可悲也！啊，坐卧弥身呢，是受我们环境。啊，我是指人事环境。啊，哪一个人不造是恶业？啊，身杀盗淫，口妄语，两舌恶口绮语，念头贪嗔痴，啊。今天这个食物全造了，只是多少不一样。啊，严重的那是忤逆，忤逆食物，果报在地狱。啊，无逆施恶，再加上回谤佛法，无间地狱的罪。啊，这些人有，而且很多。能不能得救呢？难。还是念佛法门。啊，造极重罪业的人，只要他一口气还在，临终之前能够认错，能够忏悔，发愿后不再造，念佛求生净土，佛还是摄受，还是接引他往生，弥陀恩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个例子有啊。我们在净土神仙录看到宋朝银科法师，他心行不善，造地狱业。啊，这个人的好处就是他相信因果报应，自己劣根性太重。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外面一引诱，他就要造业。啊，但是这个身心因果呢，帮助了他，拯救了他。啊，他自己知道，他的前面是两条路，一个是极乐世界，一个是阿鼻地狱，没有中间的，这才发了个狠心，想到地狱苦，可怕了，啊，一心一意念佛。念了三天三夜，不眠不休，不吃不喝，一句弥陀念到底，三天三夜，
那是精诚所感，阿弥陀佛现身啊，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，你好好的念佛，十年之后我来接引你。这等于给他受记了啊。他很聪明，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啊。为什么不要呢？我经不起诱惑，那十年当中说我不知道造多少罪业啊，不要了。佛就跟他约定，好吧，三天之后来接引，让他把这个事情向大众宣布啊，证明弥陀经上说是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有效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三天之后真的念佛完成了，就没有生病，就忏悔呀、啊、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 啊人不怕做错事情，就怕不肯认错啊，要爱面子。那个罪可就有的受了啊，能够认错很快就出来了。啊，这重根与劣，大众的根性确实一代不如一代。啊，造业一代比一代严重啊！我们自己冷静地想想，我们跟上一代比不如，上一代再跟上一代比也不如，是滑坡走下坡啊！那我们看我们底下一代，跟我们比也不如。这往后怎么办？啊，五代十代之后怎么办？这世界不就走向毁灭了？啊，于是我们真有这种警觉心的人，要赶紧回头。从哪里回头？从自己回头，不要求别人。啊，我自己回头，自己得度。真正相信佛法，大乘佛法确实给我们安心的方法，告诉我们人没有死亡，我们心就安了。我没有死亡，身体有死亡，身体不是我啊。小乘教就学啊，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跟衣服一样。衣服不是我，衣服是我所有的。穿脏了，穿坏了，换一件。同样道理，身不是我，所以身有生死，我没有生死。啊，我是什么呢？中国人讲灵魂，外国人也讲灵魂。啊，为什么六代六道投胎是灵魂去投胎，不是身体，与身体没有关系。啊，那灵魂是不是我呢？
在佛法里说，灵魂也不是我，灵魂是假我，不是真我。啊，假我跟真我是一体，起作用不一样。假我迷惑颠倒。啊，所以实在讲啊，那个魂啊，说灵魂是错误的，魂不灵，迷魂。啊，他迷惑颠倒。他要灵，你想想看，他来生会堕地狱吗？会变畜生吗？不可能的。那灵他就会选择，他六道里投胎，他自己不能选择，这就说明不灵啊，迷惑颠倒，糊里糊涂啊。孔子在《易经·系辞传》里面称他做游魂，这很有道理啊。他的速度很大，他因为没有身体，没有拘束，他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啊，游魂为变，精气为无。孔子说的这两句话说得好。啊，首先让我们心定了。啊，我们对这个身体就不要太关心它了。啊，心里头不要把身放在心上，要把佛放在心上，啊，把极乐世界放在心上，是我们念念向往的。我想到那里去，想亲近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把身体放在心上，只有苦恼。为什么身体一年比一年老，一年比一年衰？啊，你对他没指望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啊，我们想西方极乐世界，想阿弥陀佛，我们换个身体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，到极乐世界换一个没有生老病死的身体。你说多好啊，六道里面通通有生老病死，极乐世界没有生老病死，极乐世界无量寿啊。啊，我们做得到啊，不是做不到啊。啊，我们亲眼看到许许多多人做到了，做出来给我们看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往生的时候也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没有一点疾病啊，身心健康啊，说走就走了。你说多自在，多潇洒了！啊，这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典型。我们要记在心上，要向他们学习。啊，秘诀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。放下就是。啊，金，这是对什么？放不下的人，一定要多读经，多听经，道理多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就肯放下了，自然放下了。啊，经典的作用就是这个。如果真正通通放下了，经典就不要读了，我说它对你没用处。啊，对于这个
放不下的人，经典作用最大。啊，到我真正放下了，经典也不要了。《金刚经》上佛说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那个法就是佛法。到最后，佛法统统的放下，你才能证果。你要不肯放下，你不能证果。为什么？执着佛法，分别佛法，佛法变成障碍了。大乘教佛常常用比喻，说我们过渡，过渡要船呐。佛法就像船一样，帮助你过渡的。到达彼岸了，船就不要了。啊，那就对了。所以说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啊，这一点把理搞清楚，事也搞清楚。然后你再想，知道佛教我们放下是正确的，是对的，我们应该要这样做法。啊，唯有放下，得大自在啊，得真正快乐。人的根性越来越烈，越来越难教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走到传统佛法，以及佛教极绝存亡的边界。我们如果不做，下一代想做也做不成。往后不能复兴，所以我们是关键的一代。啊，那换句话说，我们要造业，要修福，也是关键这一代。我们真能够做到了，这修福即大德。我们做不到呢，那是大罪人。为什么呢？佛教毁灭在我们手上，啊，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上断层了。啊，我们晚年不辞辛苦，还要到处奔波。为什么？就是为拯救啊，不为别的。啊，首先要大家认识传统，认识宗教，认识佛法。接着呢，要帮助大家对传统、对佛法要升起信心。啊，然后你才能够学习，才能把它传下去。啊，那么宗教、佛法在今天的社会是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迷信。啊，所以年轻人不想学。啊，大人也不愿意教，啊，他自己了解不清楚。这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啊。啊，佛教回归教育，拯救这个世界不够啊。
要怎样走，每一个宗教都回归教育，我们带头。在澳洲，我们敬宗学院带头，学院天天讲经，常年不断。也给别的宗教做一个榜样。带动他们也模仿我们教育，这就好啊！多元文化，各种不同宗教生活在一起，相辅相成，没有歧视，更没有回报，我们只有赞叹。许多活动可以在一起走。他们的活动，我们有时候参加；我们活动，他们也来参加。我记得是2000年圣诞节，我在新加坡，天主教做平安夜的弥撒。这是一年一次规模最大的。我们佛教50个出家人穿袍达衣进入他们教堂参加他们的弥撒。大家都非常欢喜啊。教堂里出现50个人披着袈裟的。主教领导我们一起走弥撒。宗教要团结，宗教要和睦啊，宗教祈祷一起做啊，我们做法会，他们也来参加了，当地政府欢喜这种活动。对社会安定和平有很大帮助。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要多做，要认真地去做。明年可能有第一个示范点出现。澳洲图恩巴这个城市，宗教他们自动团结起来。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一个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，就是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这个国籍都是移民到澳洲去的不同的文化背景、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信仰，住在一起，像兄弟姐妹一样，互相尊重。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。给世界人做个榜样，不同的可以在一起生活，可以在一起合作。化解冲突，可以做到。安定和平可以落实。这是全世界人梦寐所希求的一定要做一个示范点给大家看，我们这里可以做到，每一个城市都可以做到，每一个地区都可以做到，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做到所以这是个好事情。现在不做试验点，你只是说没有人相信，一定要做到。做到之后，马上展开宣传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让爱好和平的人都到这里来参观、来学习、来模仿。像这种和谐示范城市，将来到处都是。
这个世界就和平了，灾难就没有了。那佛经上说，人寿十岁，沟中长神，鱼子卧浪滔天的，毒烟遍地之际，这就是大灾难出现的时候。啊，这是人造物到了极处了，我们常讲到饱和点了，灾难就会爆发。啊，世尊垂此，乃特留此法，以作慈航，以将甘露。啊，诸佛如来，圣贤菩萨，他们来帮助。啊，用什么帮助？用教学。这一点要重要。今天全世界变成这个样子，是我们把教学疏忽了。啊，学校虽然很多，没有教伦理，没有教道德，没有教因果，没有教宗教，没有这些课程。啊，所以人会做事，有科学技术，不懂得做人。啊，没有伦理，没有道德，没有因果，所以起心动念，自私自利。中国古人说得好：“子不教，人心坏了；家不齐，社会乱了。”这两句话在今天全兑现了。啊，现在人用西方价值观，以人为本，以人为本，个个自私自利。啊，在中国古时候不是以人为本，是以家为本。啊，小孩出生下来就开始教他，你的一生要为家做出贡献。啊，要做出荣宗耀祖。光大门楣，啊，他是家，他不是个人，所以一切人都有他家，啊，不会做坏事，做坏事呢，你家的人不能做人，啊，你们这一家人出去，你家怎么出这个坏人？啊，你们家失了教，没有教育，那你一家丢人，你连祖宗都丢人，啊，就不敢不把小孩教好。小孩的观念是为家，所以家一扩大就是为国，啊，他很容易爱国，啊，他不会自私自利，这个教育好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啊，幕后这一句，佛恩深重，焚身难保，啊，你不读佛经，你不知道。你真正念懂了，真正念透了，越透越知道佛恩深重，啊，才知道我们怎样去报答佛恩，那只有依教奉行，啊，自己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那么我们身体住在这个世间，要帮助一切众生认识佛法。深信佛法，理解佛法，学习佛法，这就是报佛恩。啊，佛法是世间最好的教育。啊，我从这里入门的。啊，我学佛不是跟法师学的，不是跟出家人学的，啊，是跟我的老师方东伟先生，那边有他照片。他是台湾大学教授。教哲学，
我跟他学哲学，他跟我讲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的单元是佛经哲学，告诉我，佛经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。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是这么进来的。啊，老师讲的没错，我学佛61年，的确，一生享受的是最高的享受，所以我感恩。啊，最高的享受得大自在呀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压力。啊，快乐人生呐！啊，一生走释迦牟尼佛的路子。这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，这非常正确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，没有见道场。啊，一生流浪教学，我也学他一生流浪。啊，到老没有道场。啊，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，啊，非常自在呀！啊，为了拯救佛教，建立这个道场，啊，希望这个道场是佛教的学校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嫡传，啊，不能把路子走歪了，走邪了。把佛教带回归教育，也给别的宗教做好榜样。啊，这个地方真正做好了，我相信全世界很多宗教都要到这来参学，到这边来看，到这边来学习。啊，我们不仅是教佛教经典，其他宗教经典我们都教。啊，这多元文化。我们请牧师来讲圣经，啊，我们请阿红来讲古兰经，我们都听听，啊，听听他们经典怎么说的，再给我们经典比对一下，啊，我们就会有进步啊，啊，大家欢喜些，信仰某个宗教决定不要改变，啊，如果说你这个宗教不好，改变信仰的，这是最不道德的事情。啊，这个不可以。啊，你信仰他的宗教可以修复。啊，以佛为老师。啊，那个宗教的神是你们的父，是你们的主。啊，佛是你们老师，没有冲突。啊，在家有父母，在学校有老师，啊，不冲突。可以通通开放，通通学习，啊，这样世界宗教就是一家了，会给世界带来安定和谐，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